奇怪，现场怎么有星星？怎么有星星？奇怪，寿山动物园是不是？我虽然地理不好，但这点小知识我还是有的。好，这答案片我们数到三，把手举起来，准备好了，一。后面的人，等一下哦。吉他英雄，恭喜答对了！你忘记帮递一下奖品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今天很可以哦。天一扫我昨天感觉大家在这边是不是都现充的那种感觉？好，来下一题，电锯人大家有看吗？电锯人，问号，这里有问号，这里有看吗？太好了，对，我就指望你们了。嗯。请问动画《电锯人》第十集之前，早川秋背后背的东西是什么？大家有没有大家一点问号？有感觉吗？没有。我想说，对不起，我胆子很小，不敢看，所以我没办法看。但我想说，很多人喜欢秋，所以说不定知道。有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确定。不确定。不确定。那我好，我问别题好了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大家不要害怕。转身就是剑，有看吗？看两集，太少了，朋友。看三集啊，那这题有机会，第一集应该，第一集有吧？好，动画《转身就是剑》之中，女主角弗兰是什么种族？这个有看，肯定要知道了吧？有一个颜色，一个动物，然后族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是可以的吧？怎么种？你们的种族开始变化、啊，等等。你们的种族，你说呢？有这可能性哦。来哟、哦，准备好这张票，我们数大三，把手举起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。你略抢拍耶，怎么办？好了，给你一个机会。请问他是什么种族？确定吗？对啦，恭喜答对啦！哎呦，很棒啊！他真的很害怕，他讲真吗？不是吗？他不是，是，很可爱，没有啊？对啦，答对了，很棒啊！好，那转身就是剑里面，还有什么比较简单的？夜晚有几颗月亮？有记得吗？太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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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数字太少了。你们两个的中间，你们很厉害，你们怎么猜还可以完全完美避过？你们也是天才呢！不要召唤神龙，不要随便召唤神龙好吗？好好，感觉大家知道答案了，知道了吧？知道了吧？知道答案了没有？小心把手举起来哦！就是这个，再加一个，好，准备好了。知道吗？谢谢你哦。哎，有几颗月亮？六颗，恭喜答对了。终于，我们前面的动物园终于拿到跨种牙霸，可以呀。好，可以再来。等一下，腿哥他不会开始直播，大家不用期待哦，不会出来。那蓝色监狱，女生有看，可是女生看有在看细节吗？大家是不是都只有看他们搞基之类的？看男生跟男生相亲相爱啊，看一下有什么简单啊？这可以可以，这应该可以吧？动画《蓝色监狱》里，在餐厅里会依照选手们的排名发放不同的配菜。刚进蓝色监狱的主角杰士一的配菜是什么呢？你们居然知道？怎么会？你们是不是也喜欢看男生考级？且慢，男生就该喜欢阳刚的东西，例如，蛮有道理，蛮有道理。哦，知道这一代没有很好的手势，大家举起来哦，一二三，我们给女生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来，请我们杰士一开始的他的吃的配菜是什么呢？纳豆，恭喜答对了，赞赞赞赞赞！哦，今天真的不错啊，昨天
答出来，我泪流满面。还有什么？蓝色监狱好像没有简单的题目了。哦，昨天那个是不是？啊，可以可以，你们有去 Google 了是不是？很感人哎。好，孤独摇滚。这部动画里面呢，就在小孤独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时候，因为太紧张了，把自己躲在纸箱里。请问他躲在的是什么东西的纸箱呢？四个字，前面是两个字的形容词，后面是两个字的水果的名字。啊，这边已经查好答案了，我觉得你也很棒。知道答案了，我们手上把手举起来，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等一下，我麦克风还没来，你冷静点。玩什么芒果？耶！我很喜欢你这个游戏查答案的精神，很棒。不屈不挠。你们昨天有开那个吗？挂种吗？有开到喜欢的吗？哇，多拿几个，总有一个你喜欢，好不好？多猜几个。很好奇大家猜到什么，因为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作品哦，那都是完全随机，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所以大家就是全凭手气啦，好，拿到呢。可以打开看看，那我们现场也有其他的商品，如果有特别喜欢的，也可以在现场直接做购买哟。好，来，孤独摇滚我问完了吗？对，孤独我问完了，剩下什么呢？啊？我时间还有啊，还有一点点。美食家，我看看啊。美食家的有点难哎。出来接受挑战是不是？我问嘛，你要是不知道你要怎么办？你要对我负责哎、我觉得这个很难哎。拥有超强技能的记忆世界流浪美食家中，吃了黑毛和牛的芬迪尔，能力值提升多少？有人知道吗？超难吧这题，我是觉得没人知道。它是几层这样？帮大家猜一下好，我们选择题。A 两层 ，B 五层 ，C 七层 ，B D 十层，十层大海。好，我们猜一个吧。二五七十，猜一个。好，知道答案没有？也不是知道答案，想猜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来，数到三，那我把手举起来，准备好了。就是你了，我们刚才已经有眼神心灵交流了，我相信你可以。来，我的题目是：拥有超强技能的异世界流浪美食家中，吃了黑毛和牛的芬迪尔，能力值提升了多少呢？五成，恭喜答对了，耶！赞赞赞赞赞！有没有看到旁边还有很多？等一下呢，最后一个演出者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今天真的是没有打算把它带回家的意思。好，然后加上呢，旁边的这个抽奖加码，等一下也会陆陆续续的出现。所以最后的提醒，如果你的抽奖券还没投到抽奖箱的朋友，现在马上投进去，好不好？把它带回家，也不能自己在家里兑奖啊，对吧？好，记得投进去。最后。